车不用了，先走吧。好，好好玩啊！哎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哎，快点！哎，等会儿，上车吧。不用。赌什么气呢？ 我一个身价5毛钱的人，哪敢跟您赌气呀？怎么那么记仇啊？再给你一个机会啊，赶紧上车。您一路走好。别丢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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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华丽的人，这么高级的车，没有啦，自求多福吧。要钱呢，宋大老板，这么有钱还没钱加油啊？笑话有意思吗？行吧，姐给你。 5毛够吧？拿好啊，千万别弄丢了。怎么那么记仇啊你？什么呀？叫车啊，这么尖端的科技你都不懂？哦，我平时也是用不上这种软件。那你现在还用不上啊？用不上，有你呢。你想蹭车啊？不行啊。不行，得求我。求你。 就你这态度，谁想让我蹭车啊？诚恳一点。那怎么诚恳啊？跪下吧。等会儿再跪。喂，师傅。啊？可是您不是都接单了吗？您现在跟我说来不了。行吧，没事儿啊，再见。陈晨啊，给你发了个定位，过来接我啊。 实力这个东西啊，那你就不用跪了啊。